谁啊？来了来了。你们是？你好，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。啊，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。哦，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好，来来来，哎，行行行行，好，不用来，快去。我们这儿没有麦陈欢，也不装修，你走吧。哦哦哦，对不起，稍等稍等。嗯，好。欢欢的虽然人没在家，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。什么牵挂呀？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？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。阿宇啊，你看啊，家里的水管坏了，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。你说这日子怎么？怎么不能过日子啊？没水就不能过日子了？麦蓝天，没水到楼下去打水呀？马桶不能用，不能用要补啊？我刘婉瑜做了一辈子老妈子，业务我会到的，会到。您这儿还装修吗？不装修，你听不懂人话呀！你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刘辉。啊。张斌。到。陈晨。到。胡斌到，麦晨早到，王晨，麦晨早，你带个猪耳朵，你还往后躲什么躲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要干嘛啊你？不是我，你站长不好意思啊，我给他请个假，今天他停止接单啊。我换个衣服啊。衣服？哎，看什么看？站好，没有女朋友的，继续干活。你带我来商场干嘛呀？姐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还行，还行，你送什么外卖？需要一点时间。麦晨早，你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要趁早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？走。来逛逛。这卖男装的，对呀，我就是带你来买衣服的呀。不用，我有衣服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不是要找工作吗？你知不知道职场很现实的，你不得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？快点，选一身吧，快点快点。怎么样，合适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小枣打扮打扮还真挺帅气的啊，就是这头发，回头再撩上去就更像大人了。说了很多次了，我已经是大人了。啊，是是是是，来把扣子系上。紧吗？嗯。谢谢。你记住啊，等你进了职场之后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到时候我跟你姐可不能随时随地出来帮你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好久没打领带了，手有点生。热啊！哦，你有手一点。好了，哎呀，真帅气啊，麦大律师。就他了，买单。我自己付钱就行。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嘛，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好吗？那我一会儿请你喝咖啡。没问题。上次跟您说那事儿，咱们现在早班跟晚班不是有半个小时空档吗？之前王先生的外卖就是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出了乱子，您看要不要再安排一下这个时间？行，
情况我知道了，琢磨琢磨啊。那您先忙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个笑话？机关算尽，终归一场空。别人的事情不好评价，但是能说的我之前都已经告诉你了。我们同过窗，我只是觉得你的能力能配上你的野心，可惜了。之后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要回家了。这次订婚宴，新职山又发脑梗，这次彻底偏瘫了，下半辈子怕是下不了床。那你们俩的孩子怎么办？你真信啊？那单子是我伪造的。陈欢，也许你说的对，这条路我不该走，你自己的路想清楚就好了。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去帮你叫个车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哎，您的咖啡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画什么呢？这么帅气的你，这么好看的西服，不得再配点好看的东西啊？这什么呀？袖扣啊，等我打样出来送你一顿。什么叫送我一顿？不是专门给我画的。你想得美，我不要做生意了。但是介于这是你给我的灵感，如果卖得好的话，给你份提成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姐最近状态怎么样？你之前不是跟她聊过吗？你姐啊，你还不了解她？她这人不是睡醒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风轻云淡。放心吧。喝咖啡。对，离婚纠纷，我晚点回来联系你，好吧？好。等我一下啊。师兄。哎，陈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请慢用。谢谢，我先喝一口啊。辛嘉丽和罗明礼要离婚了，对，现在分居，在准备离婚资料。因为点什么呀？辛志山被一大家子闹的直接偏瘫了。啊？真假的？然后辛嘉丽直接颓废了，在家啥也不干，也不工作。哦。哎，那他家的公司怎么样了？那个公司归他妈管，他妈只要打定主意不离婚，就算辛志山在外边女人生了孩子，那也没用。大姐够狠的呀！哎，陈总，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啊？我啊，还没着落。离开方圆律所吧，我不觉得是个坏事儿。我也在找其他工作机会。哎，说不定咱们俩之后又成为新的同事了。那可就太好了，希望你俩能成为新的同事。来，咖啡带酒，祝你们二位前程似锦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你一会儿送花，你自己去啊。多创造！你现在，说谁谁在？嘿 ，Mary。嗨，东。嗨 ，Mary。那个，姚总找你。找我什么事儿吗？那个，你上次不是说我喝的水容易把饮水机堵住吗？再给我送点水。
开窍了，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嗯，还有姚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很久了，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西装，还有其他的衣服，连河东都换袜子了，你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。麦小欢，真的是给你杆子往上爬。不敢不敢，客户最大嘛。稍等。哎，毛毛，今天晚上吃饭？没问题啊。好，晚上见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送女孩的花啊，加油。嗯。杵着干嘛呢？等人家叫你一起参加呢。你说你这一天天的，向日葵向日葵白送，养老院养老院白去，奶奶不接心眼里的茬，哎，陈欢不搭理你，啥也不是。总部不是要拓展儿媳公寓吗？负责人名单里有麦陈欢啊。啊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当然是要找个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。你想跟人家去吃饭就直接说，哪那么多理由？哎，嗯，我穿西装不好看吗？好看呢。就是有点单调。所以珠宝翘那是假怀孕啊！你今天这些瓜真的是够顶的，顶的。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我还想替我姐出口恶气呢。现在看来啊，是没这底了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止损的方式就是远离，然后不再沾边。说的对，来，咱们仨喝一个，过好自己的当下，别的什么都别管。干一个，来，干杯，来。巧了，你们也在这吃。我这还没喝呢，你这还没花呀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，姚志明？怎么不是你说我永远都在穿西装吗？哎，陈欢，既然这么巧在这儿碰到，咱们拼一桌呗，要不然我们俩也订不到位子。哦，那我们拼一下吧。我用一下肚子，谢谢。姐，这位不会就是我们的半个哥哥，你得叫他志明哥。哦，来，志明哥，来。哎，他喝不了酒，喝完就倒。哦，这酒我能喝。哎，给我也来一个。你们光说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呢。您好，我叫何东，您也可以叫我东。对，可以叫我邓。你看多巧啊，这个世界，我是他的朋友，你是他的朋友，他是他哥哥，他是他妹妹，那你就是我妹妹啊。来，哥哥加入一下妹妹的微信。他手机没电了，你加我吧。我，你是弟弟吧？对，我不缺弟弟。你看你这弄的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样，咱们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，跟过往的生活说再见，迈向辉煌人生。来，祝我们大家往事翻篇。往事翻篇，干杯！别赶回去，奶奶还没吃饭，她还能吃口热乎的。怎么样，小床挤着还舒服吗？挺好的呀，养老院安静，还有免费的早餐吃，最主要的是还能跟奶奶聊天，不要太舒服。是不是把你丢到沙漠里，你也能乐呵呵的种仙人掌？你怎么知道？做人嘛，总得有点阿 Q 精神。我坚信的，这人就算再倒霉，老天爷也不好意思老打笑脸的人，对吧？那现在婚结不了，又出走了，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嗯，努力赚钱呗。嗯，那就对了。我前几天跟悦达的高管见了个面，有个好消息给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，需要增加主管团队，你是候选之一。不是你推荐的我吧？
等下姚志明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？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，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，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？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也是啊，我们家家徒四壁的，你好像也图不了什么。那是为什么呀？你的业绩第一是假的，续租率是假的，自信点。是能回来吃多好。爸爸，辛苦你了，还让您跑一趟给我送这些东西。嗨，我主要是来接姚总的，顺便啊给你带些换洗的衣服啊什么的啊。这个月的工资上交。哎，我跟你妈都是老人，也没什么地方花钱的，倒是你们年轻人啊，花钱地方多，压力也大，留着自己用啊。不行，我上次都说了，要为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，忘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公寓挺好的，每天吃单位的饭，用不了多少钱，必须拿着。那我回去交给你妈。嗯。哎，女儿长大了，长大喽。
长大了是好事啊，叹什么气啊？是，是好事。黄欢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前你还没进家门，哎，远远的我们就能听到楼梯上面嘎哒嘎哒嘎哒你那个皮鞋声。你妈倒是天天都给你擦鞋，一边擦鞋一边抱怨，哎呀，整天围着这个女儿，不是做饭就是擦鞋。现在好了，你不回去了，她也没鞋擦了。我看她现在心里啊空空的。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母女俩真是一个样，倔。我跟她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在我眼里一模一样。你看啊，你们俩心里呢都惦记着对方，可就是不愿意低这个头。那么好，龙江他们。爸爸，我知道我搬出来伤了你跟妈妈的心，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妈妈永远意识不到她的问题。我这一次想守住我的界限。爸爸当然希望你能回家，不过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。之前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委屈你了。你妈就这脾气，她常常就是好心办坏事儿。不过我觉得啊，咱们给她一点时间，慢慢的我想她会改变。对了，荠菜馄饨你妈给你做的。怎么了你？不好吃吗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妈妈做的，怎么可能不好吃？心软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个时候回家，就说明你认输了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，前功尽弃。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，我也不会回去的。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，缓一缓。我就是一着离巢，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，在奶奶的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，但我会觉得很自由。可是一想到家里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。人啊，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，很难走出来的。你看你妈妈，习惯了做大家长，哎，你不在身边了，她不适应。你呢，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，不在妈妈身边，也是不习惯的。你说的没错啊，其实我自己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，冷静一下。哎，你可别缓得太久啊，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，就像那个新闻里的阿姨一样，开着车一脚油门浪迹天涯去了，把家里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不管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简直太高兴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找回自己，自由自在的，那做儿女的也会为他感到高兴的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真好看。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款一直都是很好的。咱们下次还来？那肯定会来。这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款式，非常适合你女朋友。
您好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你们老板在吗？您是哪位？我是他前夫。老板，有客人找你。哎，谁来找我？走，下楼看看，我还有一些新到的饰品给你试试。走。阿秋，谁找我？是我。不是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开店了，特意来看看。也没想到你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得我真传了。宋怀明，你真不要脸！毛毛设计的一直都比你好看，好吧？宋怀明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如果不是因为丁丁有什么急事，咱俩非必要不见面？这个地方不欢迎抄袭狗，请你走，滚。滚不滚？看看这个吧，看完这个再做决定。我等你回复。哎，你说我东西干嘛？很值钱吗？有素质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。真是。毛毛，看看这是什么呀？我抄袭？谁抄谁？他心里没数吗？真不要脸！有病吧？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怎么样啊，小枣，好解决吗？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。嗯，取证诉讼呢倒是不难。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，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。哎呀，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？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。再说了，我定金不都付了吗？啊，什么定金啊？西装呀。行，那法律就交给小枣了。嗯，毛毛，你看啊，宋怀明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，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，价格连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，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。你想过为什么吗？那人家是冲着宋怀明三个字去买的嘛。没错，所以现在小枣你在法律上发力，我呢在营销上发力，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，我们双向应对。这太好了，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，一定能把宋怀明干翻在地。当然了，一定的。来吧，谢谢二位，打倒宋怀明。加班呢，奶奶，我是不是吵着你了？年纪大了，不需要那么多睡眠，就是睡睡醒醒，还能跟你说说话。嗯，奶奶，嗯，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。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？也不算是吧。毛毛很有才华的，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，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。是不是在公寓工作的不开心啊？也不是，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，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，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，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，美味的餐饮，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。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七年了，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。我的孙女啊，有梦想有规划，奶奶很放心。奶奶，既然您睡不着的话，帮我参谋参谋呗。好啊，来。哎呀，奶奶，您看看啊。嗯，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，您见过的好东西多，帮我们选选，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？嗯，
奶奶，走。志明，你干嘛偷拍我？跟我瞎了？挺可爱的。我信你的鬼话，我要信你的鬼话的话，我脑子瓦特了。你给我删掉。真挺可爱的。给我删掉。绝对不是丑照，你相信我吧，很可爱。好啊，不删是吧？我这里呢，也有你可爱的照片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麦晨欢。我把你拍这么可爱，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？你居然会用美颜啊！确实还挺可爱的。接着发给我。那你把它删了。我干嘛要删？你不删我不发给你。那我就不要了。我就把你脸放大。啊，真是幼稚！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，这么早来干什么？刚跟总部开完会，想着出来散散步，就到这了。哪像你，奶奶都起来了，你还没醒。大哥，你看一下时间好不好？今天是周末，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。再说我又不是领导，不用那么的拼命。大姐，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？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？以后。第一，我不是大姐。第二，男人要谦虚一些，懂什么是谦虚吗？不懂，而且男人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呀，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。奶奶今天起得早，我想睡个回笼觉。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，然后也聊聊主意啊。嗯，珠宝不行哦。豆浆，谢谢。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啊？是啊，他那个吸血鬼前夫，欠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，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，贼喊捉贼，凡是告毛毛抄袭，我就想着。把毛毛的品牌还有名声做大，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前夫了。那你打算怎么推？目标客户群体呢？其实我都查过了，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，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，重金砸出来；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。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。我的想法是啊。先从网店开始，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。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有钱又闲，还不喜欢烂大？你是说锅底切利？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，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。那好是好啊。可是洛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？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？想得美，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，这个胜算会大一些？好喝，我明白了，谢谢姚总，我现在就去找毛毛，已经结过账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帮奶奶买完瓷饭团以后就回去睡觉吧，我的小飞船给你了。
为了心安理。这收益可真不错啊。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。不过我年纪大了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。我知道对您意义不大，但对您孙子姚志明意义重大。我相信兴安里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要不您再看看，相信这回会顺眼很多。原来志明是在和你合作这个，这可是从来也没跟我坦白过。奶奶，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作为你的合伙人，来问老人家项目进度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受不得打扰，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聊。行，那我告辞了。奶奶，记得吃早点。你越界了。你这么一讲，我这几个月的陪伴像是别有用心，你打乱了我的计划。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？我劝你一句啊，一个老太太而已，你这亲孙子哄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哄下来，看来亲情牌不管用啊。我要不是今天来的话，都不知道老太太连企划书都没看过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那就另起高明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，你是个生意人，生意场上杀伐决断，容不得太多的犹豫啊。好多退货，哎呀，我赶紧回来。喏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又是一个没有拆过的快递，这将近有一半的退货量啊！点评网上都是一星，网店也都是差评，这文案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这肯定是宋怀民买的水军，用这样的方式恶心你。那怎么办呀？没事啊，既然他用这样的方式，那我们就跟他玩个直球的。怎么直？告他！告他！小枣，这事我告诉你。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，官司输赢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名誉。除非被抄袭者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，否则抄袭者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的。大不了就是输了官司赔点钱而已，对他们没有影响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利用宋怀民的关注度。我怎么利用啊？你在网上直接喊话宋怀民，爆料他的黑料。然后你就全程直播你作品创作的过程，这样既可以证明你的清白，还可以收一波关注度啊。那我原来设计的那些作品我该怎么去证明呢？哎，对了，你手里有没有你给宋怀民当枪手的证据啊？就比如说邮件往来、微信聊天记录、监控视频都可以的。有，这就太多了。我回头把他那些黑料全部放到网上去，直接让他搞得身败名裂，我是不是还能省了诉讼费啊？对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把品牌做出来，把热度口碑推向更大的市场。
我都帮你想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反正营销的事我不懂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还是别看了。哎，我看看。姚志明，奶奶，奶奶怎么了？啊，对，我和姐姐已经到了。对，你们下了地铁就能看到医院大门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挪到了。崴了一下。不不不，小小你别管我了，你在这等爸妈吧。一会儿过来跟爸妈说，这有台阶，别崴着。行，小心点啊。啊。请相信自己。